主料大米100毫升，辅料红豆50克，藕10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食材红豆提前泡一下，这个是泡了一夜，把米淘洗一下，把水烧至姜开，加入大米拌一下，加入红豆，莲藕去皮切细丁，红豆和米煮熟，加点油，加入藕丁，把藕丁煮熟即可，加点盐调味或不加也可以。烹饪技巧一：红豆要提前泡过，或先煮一会再加入米。二：可以加盐或不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